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Apps Gaga， 我是魏维。今天要帮大家介绍一款处理照片的软体，可以帮您的照片做出好像马赛克的效果。这个软体叫做 Notify， 这个就是 Notify 这个软体。刚打开的时候会教您怎么使用，不过大家看我拍的这个短片就知道怎么使用了。首先是选这边，选你的照片，你可以拍张照片，或者是从你的相片库选一个相片，所以我从我的相片部选一个相片。那这个软体呢，就是做马赛克的软体，可以帮您的照片做马赛克的效果。比方说，有时候你不想让人家看到某一些资讯的话，就可以先用这个手指选到一个你喜欢的颜色，之后按 Next， 然后标注你想要马赛克的资讯，这样，然后按 Next， 这样，你的照片就会有马赛克的效果。不过这个马赛克的效果，在某些时候会变得很有趣。比方说，我来找另外一张照片。这是我之前在台南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，在这边使用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先选到照片以后，用这个手指头选到一个颜色，在这边选到颜色之后按 Next， 按下一步，接下来呢就可以选择你想要马赛克的地方，把它画出来，像这样。这边马赛克的话，按一下 Next， 就会发现会做出好像你没有穿裤子的感觉的照片。以上就是这次帮大家介绍的 Notify 这个软体，很有趣的软体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